深圳慈济志工冬令发放，环卫工是主要的对象，送上米、递上油，更要为他们围上这条彩虹围巾。这是来自当地台商的爱心，从2015年到现在，已经做出了10000多条，而且它是全棉的，它最主要，对，它是全对全棉的，比较保暖，然后对皮肤来讲也是比较舒适。这些围巾都是由边角布制作出来，除了考量材质要够温暖，颜色也要明亮，让他们在深夜时能够被辨识，避免意外的发生。而回收再利用也让它的价值更高。我们就觉得它蛮贵的一块布，所以当初也不会想说随便把它贱卖掉。那后来也有看到，它呈现的是这样的，更是一个无价。善的念头被启动，也影响到了客户主动来加入。那客人也非常认同慈济，因为慈济是名扬四海的一个那个慈善团体，所以我们讲第一时间问了客人，客人就非常认同我们的理念。彩虹围巾为冬天增添色彩，更是围住了人与人之间最美的情谊。大爱新闻资深美志工徐美娟、孙慧明，广东报道。